等着今夜来上山，一切拢是咱的命。虽然现在咱的厝无大，我会好好为你来打拼，只要有你，什么拢归我。这你都唔知影啦，来因做鸡蛋哦，趁钱敢若袂输你趁水的，太有淡薄，应该啦，应该啦。细汉较袂晓讲话，你都见怪吼。三个应要到吼，恁厝过偌远？差不多过两点钟久。哈、啊？得过两点钟久嘞哦。你会忝死。哈、啊，袂啦，袂啦。我一身骨的臭汗酸味，把你手骨啊拍垃圾鼻就唔好啊！不要紧啦。啊，我昏了，擦擦擦擦，干侬啊！目睭暗的，啊，若无继续看落去，洗目睭啦！啊！赶紧啦！哎呀，好啦好啦，你先，我冻着你啦！啊，赶紧来啊，赶紧来啊！哎哎哎哎，那是狗尾啦，狗尾啦！哈！啊，狗尾啊，头前这间就是阮家。这间哦，紧啦紧啦，好，我冻袂住啊，紧！谢谢。哎呦！啊！啊！这间恁家哦，哈、啊！我当作讲恁家偌水嘞，啊，看起来到阮去食拢创啥物啊？就是啊。细汉俩。啊。阿母，阿母，阿母。阿爷咩？阿母，阿母。先做熊，你回来啊！阿母，阿爸嘞？阿爸敢无带你去看先生？你三四天前都讲要去甲你提钱，都无倒回来啊！唔知去要带倒位搬啊？阿母，你等我，我倒回来向我老提钱，请先生甲你看病。熊，熊等嘞！阿母话要甲你交代。阿母，什么代志？真病是无药医，这条路我无行是袂用的。阿母，是我阿母做的遗憾，就是予恁阿爸，甲你袂去做袂断。我若是唔知要安怎去纪念大家的祖公啊！阿母，哎呦，阿妈。你莫乌白讲啦，迄做鸡蛋头有啥物唔好？食好做轻巧啊，对不对？细汉嘞，哈，出去。我敢有讲唔对哟？出去啦。咱大家虽然唔是啥物大厝的，
也是四叔门户，若不是恁阿爸遐尼爱我，把咱的产业搬了了，你即阵最至少嘛还阁是一个知书不理的千金小姐。阿母，莫讲，莫讲啊！自从昨昏阿秋搬要来找我讨人，我就知影讲你对杨外老走出来。你知道我心肝内是偌尼欢喜的，你既然走出来，就莫阁倒转去，也若无，你一世人永远都无出头天。阿母，我毋是偷走出来，我是因为……来，先生来，先生来，阿妈，山顶哦一顶桥，按车来哦，有可能是先生啊。这落山顶所在，要哪会有桥对车来？啊，对啦。一定是阿秋官要来抓你倒转，你紧走，你紧走。阿母，不要紧啦，你紧走。你若无听我的话，你就是不好。你紧走，秀芳，紧走，紧来啊！阿秋官，请留情。你不是讲小王无转来？那恁这顶叫什么人坐转啊？这我知。阿叔官，免该讲阿济啦，甲这死查某囝吼，你也动较紧啦。你敢掂去啦？死查某囝是你的叫嘛？死娘仔你的小弟的啦哈？小王啊，小王呀，小王呀，我一个小王呀，小。哎呦，金枝啊，啊，甲你人事较好无哈？哎，小红呢啊？我不是甲你讲，小红无转来啊。啊？无转来？哎呦，金枝啊，啊，呾我也毋是讲吼，会当小红吼，毋会转来看你啊。你呾着骗我要创啥啦？金枝啊。小芳若是有转来吼，你着老实讲讲啦。啊，若无吼，咱是免啊对人交代啦。我毋是讲过，无转来就是无转来。哎呦，其实吼，我早就想讲吼，要叫小芳吼半一个工吼转来看你啦。啊，毋过吼，你着知影讲吼，阮杏花楼的生理吼，拢真无闲啦。啊，是恁小芳吼较有效啦。只听讲你着半边尔。哎呦，人客甲我放的吼，全走倒来看你哦。阿叔官，金枝啊，啊，等我来规部久啊，奈拢无看小红，小红人呢哈？金枝啊，敢会你叫小红出去听药啊？我讲小红无转来，就是无转来，你是无听的是？哎呦，金枝啊，啊，你来讲安尼哈？敢讲你真是若要甲小凤留咧，我互伊转去阮的杏花楼啊！我甲你讲哦，你已经将小凤卖互我哦，即马就是我的人哦。我嘛知是你的人，也毋过这几年伊也甲你趁真侪钱啊，你嘛应该放互伊去自由。你讲的什么笑话啊？哈！我买你小凤就爱叫先生甲伊知个哦啊！我开哈尼侪钱，目的嘛是欲望伊替我趁钱哦。啊呐，我放伊自由啊，什么要趁钱给我哈？我跟你讲啦，伊若未趁的时阵哦，我自然就放伊走啦，免你操心啦。阿叔官，看这个办事哦，这个老查某一定知影小米在倒位啦，这若无好好教示哦，伊要哪就讲啦。无啊，厝啦，啊，这个某已经破病啊，很伤重啊，啊，你别再拍哈，啊，你有天良啊无？啊，你唔惊死叫你讲公司哦？你讲什么笑话？你这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你讲什么笑话呀？你这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你讲若要动就先讲你啦，哈！你某咧破病呢，你三万两万，我去甲小王提钱啦，钱提咧唔请先生来甲看病啦，啊，我咧交警啦，把咱到地吼明甲你啦，你某死活你无咧管呢，啊？你要甲人拼天良啊？拼啥天良？你讲什么？哎呦，哎呀，你无该怕，你若要怕，我让你怕死啊！你害阮小王在大兴安楼趁钱，你敢会变作啊？
正经甲我站落。金枝啊，小红哦，别人哦，已经是人的人啊，咱莫搁再惹麻烦啊，好啦。你讲讲，阿妈，阿妈，阿妈，你莫再跑啦。真乃是你拄好阿叔看到倒转去我楼啦！我本来就是幸福楼的阶段，伊了我要做啥物？我要救阮阿母！小凤，放开啦！是啊，趣味啊！咱无需要甲这要死的人那么啰里啰嗦啦，甲搬掉在阿当下去，找土人都无唔着啦！不不不不！你若想要救阿母，你都敢靠认真？你想看卖？阿叔关伊路型，你家己拢看哦。你心嘛出去，是毋该拆破面？伊以后在表面上，敢要搁对你遐尼客气？你若倒转杏花楼以后，想要见你爸母，敢还阁有机会？阿丽，我是要安怎？阿仔阿兄，请上轿。我上轿？叫你上轿，你无听到啦？为着要搬车，你才搬轿仔，害恁做嘛袂当坐轿呢？哈？搬倒位安尼？叫你去啦！坐你坐啦！一二十年头一摆坐着轿。嗯。叫这么紧张，厝下啊，我甲你交代哦。你吼当车落遐顾好调哈，小凤若转来时阵吼，着看出办事，有听无？我知啦，阿叔看，你放心啦。会记啊？会啦，会啦，会啦。两个行。阿叔看，放心啦，你放心啦。细声的啦，你是要报人知影哟啦？阿小红啊，来来来，好。小光啊，阿叔官哦，甲恁阿爸你也回去嘞。阿这摆是咧老这人里啊哦，可能是咧等你迄款哦。我着摆叫伊掠去。嗯。你是要安怎？你是要安怎？你免紧张啦，你都袂出面的。阿叔官哦，袂甲恁阿爸安怎样啦？无咱先倒转阿叔公啦。哎，大。等你是你笑笑啦，迄顶桥离咧门口遐呢，啊，即摆有人伫遐咧过，是免我转去啦，卖啦卖啦。无要紧啦，我该用行转去。哈？你用行？嘿，小凤姑娘啊，啊你一个大脚的查某囡仔，要哪有法度让我按遮？啊，行倒转去到大树边啦，对不对？什么人？来这送我的？阮啊，光桥呀。嘿啦，这间厝的头家娘请我来桥啊，讲要让先生看啦。结果讲叫我小等嘞，啊等几无久的啊嘞。是啊嘞，头家娘是准备好。免啦免啦，啊当这送到要几日？免哪有钱通哦，先生看啦。当你讲你来着，啊请我来桥，阮桥已经来啊嘞。敢讲我咱白白走一跩哦？嘿，就是啊。啊你桥人唔济吼，啊无想无嘛，跳袂出行路。对。啊当这三 BB。啊！想要听听我讲，你两个头壳歹无啊？哼，嗯，哦，我头壳歹。头家娘啊，阿达是准备好未？叫我赶紧准备啦，紧的啦。头家娘啊，啊你叫阮来叫哦，啊即摆阁唔济，啊上无嘛加欠阮一寡行路工。少年的，啊我小王伊。小王啊，你最放心，我甲安达到做好势啦。哦，头家娘啊，啊什么哦？啊你叫阮明仔载替你请先生看病哦，就无问题啦。我跟你讲，你就甲阮小王讲，幸福路不是救急的所在，叫伊来替家己的将来打算。好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甲讲的吼。多谢你哦。大兵你啊，好啦，来，白驴哦，想看是不是头发无啦？好啦，紧的啦，紧的啦，走路走啦，兄弟，行，来，白驴想看是头发无啦？好，这真正，
真正要你撩着，无钱就无钱，看我衰咯！紧紧紧紧紧！来来，爸，你放心啦，紧走紧走，无这回事啦！讲到这两个哦，看外公就外公，我都甲讲过啊，算起来哦，那是我较巧。小王，你老母破病到足严重，你若想办法先替请先生。哎，小王啊，啊你老母嘛真要受苦呢，好好啊人唔做，啊做起了破病人，去看一个先生哦，爱开偌济钱，你知无？是啊。对啦。我过一寡事件，去你兴化咯，不然等下去摕。袂用的啦，你老母哦，拄则有偷偷吩咐我，叫我甲你讲，千万唔通倒转去兴化咯。不过若无倒转的，免好钱甲阮老母请先生啦。哟，你放心啦。咱先倒转来再讲，我替你想办法。好歹命运路，大官的阿弟招兵为是乞巧，伊一个阿的好运啊，到时做皇帝，暂时忍耐予咱。大家家的想到命运咯，心焦酸啊哩，去吃天涯哟，莫久长啊的，天色已暗时咱休困，明仔早起通出门啊伊。你听人讲，啊，地官好多要住状元啊嘞，什么人讲阮世华，伊未出头，伊若有一天去中了状元的时阵，哼，我嘛通做一个老爷公。世华，哎呦，世华呀，我拄只搭在咧讲你咧讲，啊，你即几冬也是走去倒去分啊？啊？哎，是不是咧走去那个咧甲你哥哥弟？啊！啊，无你即几工也走倒去？无啦，我无上好啦。阿爸就好康，来，跟我来。细娃，看啥啦？细娃，阿爸哦，这两天啊分偌济，你知影？敢若食都食到袂当去啊！来，食一个，食一个。啊，快有啊，快有！这三个单身，你是怎炸的哈？哦，对。阿爸，这钱。钱都着钱，免甲阿爸客气。等阿爸的棺材本就有啊啦，啊，等我第一次钱要创，嗯，我去，对。阿爸，我，你安怎啦？哎呦，是大呀，是大，来啦。嗯，是大，啊，当然是什么物件，你嗯叶叶，我大家都知影讲哦，是大，你是上届好主的啊，对，是大，我大哦，不是你跟你客气啦，本来是一个代志要跟你参详，我大歹势讲哦，我代替你讲，啊，你跟我参详，参详啥？哎，就是讲哦。你家你借遐工钱啊？喂，对啦，你甲我借工钱啊？阿爸，我有急用啦，你遐工钱哦，是不是应先借啊？袂用哩，你借工钱是大家安尼辛辛苦苦去分来，啊，暂时放伫我遮，啊是预防讲哪下歹天落雨，啊袂当出去分，也是有人破病要叫先生。唔到有钱通开，对对哦。这个钱哦，是大家性命钱呢，要来用你借哩。对，袂当啦。是大，是大，你即摆讲遮哦，我甲阮大两个拢知影啦。知影上好知影。嘿啦，是大，真正哦，咱的规定哦，真正袂歹，
即摆有阮大一个朋友吼，即摆着重病啊，啊无当伊借钱吼，啊毋知安尼参详详的，要倒来甲师大咧借遐工钱，来救迄个朋友的性命啦。哈哈，我都知咧吼，啊拄则问你，你又搁讲无？我问你，是毋是迄个查某囡仔叫你倒来救的？毋是啦，也毋是是啥？是因阿母破病啦。因阿母原来在做乞食，毋是哦，那毋是袂用哩。心肝无你袂活，啊思念心情无依无我，爱你的心永远袂变卦。你是我所有的生命，我的心情你敢知影？啊，爱情路途这呢歹行，只要你就袂孤单，一生甘。